我们虎山岩金针花的我们的主角是台东七号，然后这边还有来一样是来自于台东的两个品种，比较红色的这个比较像那个六十担山刺客山八九月开的那个叫华南金针，啊，这个是台东一号千鹤金针花，它的花型跟花色跟华南金针非常像，但是它是属于现在开的品种，全年的日照它比较差一点点，它比较晚开，然后比较早盛开的地方现在比较没有花，啊，这个晚开的现在还花非常的多，哦，像这个第一期花它已经开好多朵了，这里还有四朵，啊，它这里的植株，哦，比较感觉上比较强壮一点，二期花有比较不会有中断的现象，就是会持续的开下去的感觉。